把扇贝多交的嘞，故事特疼，长个眉。大姑娘好，我是雷迪。给您和大姑娘讲个故事啊，便秘一脉找来吃，好比是普通的羊日雨季，但是在这一脉啊，给外盖一的防护巨人和面的房顶，养心呐是喜多多的。还中年外难过呢，告我娘西北找来吃两顿日本席。该是连人也是你在女杀人要扔上沙雕脚走油，夫妻三夫女子要给他活个嘎空腿都怕吃个五米。大姑娘可以吃点，五米对面啊要两个男的，腰架不拉得大嘞。给两个人啊，我要都开一块门大了，该坐一次了，去哪还要你举头举来？记住啊，给你要该么子得去，有的是晓得吧？他们去一般都是，在下半夜，下半夜大概都在两三点。该是连龙也是你老女才要弄上连的三房，隔空爬路个五米，都是家要来个男的，真的要该叫洗脚个么子得了，不要拿出来。连个那个脚印呐，我背过讲起，匆匆忙忙的，把东刺西刺。他们手法还是非常老练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大概也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把这些重达30百斤的大物件都会搬走。还有几次啊，不以沙丢脚，第一把人呐，举头举脑的，肯定是他脚印几乎得过个日光。刚和他姑娘讲，在这一秒，给你正是从阿轩那啷个滋味，找去他么子弄。通过隔空五米，大姑娘养给我吃去吧。给你讨个么子啊？往里呐，我不买洗个，都拉开呐，脚上的，还给你得得是他讨你呢。该啊，要不要说多的个盟友防护开始过吃吧。白要杀东出富，南要富集三康。富集三富等时的三康村是孔子后代说南货最多的一个方子。根据三康孔子骨盘的记录，曾经孔子兄弟孔子的老师的子孙。孔乙用、孔乙之类兄弟，杨武德呢，属山东不得福等的西康哦。得了人家传了万孔子的产业的产路的一个子孙之大。因为是历史文化名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村落里面，有建有许多的古墓、古民居等古建筑。西康村历史要求文化的底子呢，也是许多高的，村里啊，流入很多的历史文物。说村门的山墓当中最专业的一个堆火，就是孔祥柱的古墓。这个墓是我们孔氏的一个祖坟，建于乾隆年间历史年代。他曾经中过贡生，是清朝的时候是个一个比较有名的文人。他修建这个全部都是人工打造的，这个青石也是从我们这里。5公里之外的地方运，以前没有公路的时候，他们运人工抬回来。但是说也叫不给你开始，这只要先套啊，找来点空想去公墓的质疑，然后他手里就落个白白，这只有一张哈瓦在房子灭了吧？已经经过6次盗窃了，这个最后2次是这3块很大的石碑，跟外面一个围栏被盗了。等村民讲，瓦在房子帮了瓦些的公墓，老我找对面他们日的。盗墓贼企图从上面挖下去，它里面有做的很好的石塔保护，所以没挖成功，里面还好没有被盗的。前面一块板是前年的时候被他们运铁锹敲出来盗走的，但那块板也是雕刻非常精细的板。得了，那个记住要200多年历史，要人工镇上热刺的古墓，这只有一家哈比那套弄在一些吧，这也是可以不同的方位，我一家哈写堂的他过些吧。古墓的周边啊，都西都点开是山东西山东的东北水滴，雨不下些汤呢，掏口雨，晓得重要多吧？这原来是一对的狮子，然后这里呢是猴子，这边是鳄鱼，这边也是狮子，一对狮子。这边是一个老鹰。除了孔祥柱的古墓以外，古有对面王家渡的历史文物，无可是孔庙的。村里的孔庙呢是承接丑男家祠祠的。十年过孔庙的屋子和村门的那古物柱呢是背过墙的，但是阿姨谁讲一声为阿被人偷。这些年这里被盗的古物有门窗、门当，有一些香案，有香炉。还有一些石碑，
匾额等等这些古物，大部分都是清朝的，其中有一个香炉还是明代的。皇帝是多给本来呢是自己一辈能给得活，但是人家只拿过这最好没能偷哦，走之水后的都来自那外何故呢？这讲起来呢，王位还没能偷的日子呢是越来越多次吧，富得到是谁看出呢还没能对呼吸比你的活儿子一岁呀。你看这个就这里一块是进士的，进士的那个可能是清朝进士的那个一块，就这个年龄就给他掏掉了。副记者副御史次队长潘日忠是孟姐那个支持的，日多对面呢要都西都往外，还是啊都吃还是烫头。山西银派这一块匾是非常珍贵的一块匾，给他拉走。那日后啊，我里头打破吧。那真那个西多要吃怕的日多，难搞已经还来日鬼破吧呢，还在不进了吧？以前里面有几个龙纹呢，给他拆掉，是不是啊？就是有几个龙给他拆掉，其他的这个那个祖宗牌位给他掏的，可能是70，今年和前年要70多块。他就是专门就是哪就哪好的，差的他都不一定拿，会值价钱会值钱的他拿走，不值钱的他都不去拿。往外还不能掏个日鬼，有时是三三两两对买个外定啊都 OK。当天那一天就台风挺大的，啊也没有电，那雨大，啊所以我们啊没电呢，但因为雨大了人都没出来吧。早上我们出家人早上有上殿嘛哈，早课做了门开出来看，没料了。这乡亲是你二三十副记者副御史的次队长，是被送那个辞职的，这个女人啊被次队长就叫来弄。他说记住要七年来是个外地人帮头，帮来要列给孟姐人和妮妮的这段，但是难搞我已经还写趟投票吧。位置在这里，这里一个，这里一个，我们门不宽嘛，很精美呀。嗯，他手工做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很可惜的，你现在有钱买不到。无聊我的嘛都被过要过这个日子，我还出门独开呢，可无聊吧，那打这块挖掘还没能吃掉。这些物品的被盗呢，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也严重的伤害了当地群众的感情。要来佩服东的妹子啊，出门上之外自动的给佩服，还给塞克女友的骨折。有的物品是没有办法，就是藏起来，比如石墩，他们只好把那个石墩呢，把它削掉，削一点点下来，就是变成了石墩本来是圆的，就变成有个缺口。那么这些犯罪分子看到就有缺口的东西，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他们就不盗了，因为它没有价值，人家不买你有瑕疵的这些物品。说猎人也是你你抽开始夫妻三娘对日物买给富裕物铺几夜人的当地火，往外还没能掏个预计呢是越来越多次吧。同样子给干女年公寓部门又记得给再一次不育要100多里去往外啊还没能掏哦。那个人说没有养吃夫妻三公寓藤可娘对日公寓就给隔的桌子预计啊被列入三藤给斗把预计要娘对日养正这代气斗。秋天富裕的当地火的搭配将来人力一个居住的预计正在越来越增配，但是给增配工作啊上开始那个又碰见很多的困难啊。你忘的呢该记录啊，我你过个次的戏早来再过告我你啊，再记录个故事忙一个的吧。说猎人也是你你一抽开始夫妻三娘对日雾霾的富裕巫婆接人的当地火往外还没能掏个预计呢是越来越多次吧。同样子给干女年公寓部门又记得给再一次不育要100多里去往外呢还没能掏。那个人说啊没有养吃夫妻三公寓藤可娘对日公寓住的隔的桌子预计啊被列入三藤的斗把预计要娘对日养正这代气斗秋天富裕的当地火的搭配将来人力一个居住的预计正在越来增配，但是增配工作上开始那个又碰见很多的困难。江差第一座议会协同负责大的居民学者三个半夜的自家动手，日前给了学者的弟弟我是 PCP 与西域的对火。因为这些发案的现场呢，多数都是发生在这个偏僻的农村，还有寺庙，没有人看过。这些都是藏在户外的，啊，但偶尔寺庙里面内部的也有，但也没有人看管。
我要呼吸得起预计的公墓外定日多的当地火第一集呢我是被个老的要把都的话你架空推动到做还是公寓部门贵朋友那把户通过架空才可以上洗漱该预计呢还要您得了吧。我们在现场没有提取到很有价值的一些线索。到了连龙岩你四女杀人赴预计公寓部门对于记得种种剧本过日内路过本母俱乐部阿姆啊要跟人公务嘞要把人还不要你忘的。这伙人呢都是晚上出去啊都是凌晨大概两三点三四点甚至五六点才回来。记得不要将查没有顾客的吧在周边的种种呢正在跌入着火卡西卡一户以上的系数。那我们的侦查员就要花长时间来进行蹲点守候，而且我们还做到猫鼠同步。这些人造福业主，那我们呢，也要跟他们这个规定一样的。这伙人，这个夜间出去以后，他来这个回来的时候，都会带一些像类似于像石头的那个狮子，这是看上去就像古董一样的东西嘛。而且说回来以后都是用一些这个一些编织袋之类的东西来包的。同时呢，警察在将被需要的六米架空屋上的玉米给拔出，结果啊，要不让我这个米拔出，杨氏给那个质疑。第一步米拔出啊，是女女儿那个属恋爱将被呢取一股白，结果多年啊续恋爱日要么是还没能掏的吧。外围的这个视频监控调取发现是，当时作案车子是一辆这个银黄色的这个是那个是东风牌的这个。面包车记录啊公寓部门在第一部面播出正在王家上任的店主结果会啊第一部面播出呢让将都市说服于五浦恋啊还有我们预交给他用的当地火去一个白还给买的一个地火屋外要给主动的地地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视频分析发现这个车子只要说这个就是这车子在半夜三个出去以后就有这种案件发生了孟先生啊，第一部面播出要多大的教育意义？公寓部门帮了啊，是通过第一部出的扒街，让掉出资的上市。但是阿正义啊，也要给忘得得了。因为第一部出十年过多次呢，说六米架空的没注意，但是出的扒街哦，又这再是大变，还得对两位给上市给正在给扒街呢。人家最主要一个就是啊，叫人卡住的第一部出的正在上市，得出资完西街上有个上网呐做出息。记录啊，上可以整一半的商在店主。噶得给部门拨出一枚姑姑的牌子，我整个意识的牌子以后，公寓部门会呀，是重要的牌子，当时的出样上市，可给部门拨出呢，正好是带来的。处理当时上市些日，出资啊是一个门市节奏，意向户的男的，但是给我啊，上个放在一类吧。通过意向户的解析，大姑娘应该有此去吧，给那个女人呢，已经付买些牌，这次母还要生在世。但是说六米架空怕是个五米对没出来个裂个把这一年能吃了去你人啊还比我能不能投个左一块个一箱户呢啊不再放心机的还是公寓部门估计万一发生当张照片呢他这个照片非常老而且跟我们这现场视频里面比对啊很难对上这个人就是那个人所以说对这个人我们没有就是说没有找到最近的我们不敢判断是还第一部面播出的对是不是一箱户该呢故事过日的时候还出来还来个女的可以相互以为让你改意呢公寓部门决定等弥补出来的黑一个无意的呢没有那些结果我们视频里面看到就是我们现场跟踪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很年轻啊而且头发是光光的那不敢确定只要公寓部门会议跟女的只拿多的要给本局了警察没有召开上本局的意的得给一个人的上方上身呢得去做的吧结果会议啊给一个人哦正是一相互这个人就是因为登记的名字就叫杨英嘛。搞得一箱货给上方库登录以后，公寓部门输给上了一家修，一年年租客，结果会议给上边要为赔能，物要做大的走一年。就逐渐的把跟杨兴华有关系的这些盗窃嫌疑人，就逐渐的就摸排出来了。公寓部门筹备姑娘在江一段时间获悉给往外得起预计，可一箱货给一把人要很多的改，警察也将这个俩遇不灭了吧？职业是要和个职外区域有亏懂修得给你不错的。你要晓得该日期啊和公寓部门闹些家的日子移去了吧。第一等一箱户第一把人蒙带蒙已经和警察灭了吧。
但是另外的话，往外还比那偷个玉器是那个衣服鞋吧？该得的是吃哪能么子鬼呢？噶记录啊，我你过个次都行。噶我呢在记录个故事，忙一个的吧。要觉得一年个一箱货给一般人，蒙带蒙那已经还讲场面了吧？但是另外的话，往外还比那偷个玉器是那个衣服鞋吧？该得的是吃哪能么子鬼呢？猎人杨宁女在菜园扔上猎丢脚，公寓部门及德福玉日次队长一都出去催门不语。过催了个日多啊，医护先得起预计，可是日多忙一个连个肋骨还没能掏。这个两个骨头它是三层结构的，那个造价也是，这个都是在明朝到清朝之间的。给那个肋骨买个脚里呢，五千块一把枪，连个在行啊，我弟弟呢准备连不上浪出呢，找来用。晚上驾车拿了这些盗窃的工具，千斤顶啊、绳索啊、撬棍啊等等，达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靠近现场，他实施盗窃，被群众及时发现了，马上就很多村民出来就制止他，他跑掉了。要么给贼姑拿偷脚，先从之后的贼姑和作业工具啊乌嘎嘎拉倒，有资格给弄了，以及呢又弄在一些。噶多年阿叔，一乡户给一般人无法将啥灭了是打，给来本岛找些作业。噶还有是瓜，他们是给是另外一批人哎。噶通过现场露露的作业工具，还有里面的监控，公寓部门回忆，得起往外的发财房子，真阿不是一乡户给一般人哎。我们获取这个信息之后呢，及时的展开了调查，发现其中这起案件其中一个参与作案的人员叫蓝石茂，就服毒身亡了。发现。不止蓝成茂参加这个盗窃过程的案件，他还有若干的朋友也参加这个盗窃这古时器的案件，他由此把蓝成茂这个一条为线索的几个盗窃团伙又冒出来了。通过进一步的侦查，公安部门回忆，第一个拉人马队服呢，二幺三幺跟人走友，是这块一箱货队服呢是携带斗笠。比如说这个古时器今天是。谁发现的？哪一个团伙发现的？那这个古世界就由哪一个团伙进行盗窃，另外一个团伙就不能去的。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行规吧。书记的种种剧本的苏登连给德奇队服，公寓部门越是讲一个女人的日讲。他说：“难亏是一个德奇预计多穷啊，是哪能得做外去修猫？该是最专业的一个挖机，只要在先做个内地商家，将差上可以下地来往外得得重要多。”黑鸡把这行做运营，得掏那个方位，我妈要多呗呢。发现这两个团伙，跟这个我们宁德这个华亭小区一个古董店的这个老板钟永福联系非常的频繁。这个经过摸排呢，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嫌疑人呢在实施盗窃以后，多数情况下，他都会把这一些赃物就直接。就大队成功以后，直接就送往这个您的我们这个销单对象这个钟永福的一个仓库进行这个交易。两队是个建成区啊，要给都是乌东县区，县区里呢要给许多普通的古董店，第一个古董店的出库啊，有些是县区的二部门，买你的拉许那里有位生物发财房子先做个对地。嫌疑人正常都是晚上夜间出去这个作案。作案完到大概到晚上这个四五点左右进行，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嫌疑人的这个是盗这个销单嫌疑人的车子，他的车他的那个店铺就在这个前面这个过去一个拐弯的地方，然后他是这个仓库就设在那里，游戏过来以后他就来了，他都从不在门面，就是我们这个团伙的盗窃的物品从不在门面进行交易，他都是有在他的门面后面有一家专门的仓库在进行交易，一般交易的时间都是凌晨五点左右进行交易，就是避免了旁人对他的一些关注。老女杀人啊，许公寓部门会议第一班人一早去偷吧，日前隔夜的某人呐白开猫，江产娘娃自卫将人有吧，何时修三通，还要两对是养尊者代的同业子修五枚。富裕五浦接人搭档队伙西江一包给江茶开始同业的修摩爱动。到了六月三十号
那么我们基本摸清了整个犯罪防火的脉络以及结构之后，觉得时机成熟了，我们在宁德市公安局成立的这个指挥部进行统一扫网。我们当时是设计他作案做完回来会交易，在交易的现场进行抓捕。六月三日啊，是公安部门奔访沙鹿，其中两组任务分别的列给犯罪队副讲了。还有一组任务呢，马是黑给古董店的墙壁，由等犯罪队副对左派送来吧。到了七月一日，天光的六点多嘞，犯罪一人能找到古董店了，准备过夜。该时间啊，警察趁势又得给来捕捕了的吧。经过沙沟女人的争执，公安部门成功的捕了犯罪一人，总交在拆解，以及啊做了送检、门检、春节的女外。在他墓碑把笔称动为一在这个赛制他当作为十二个级。他实际上是这些宗族以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并且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的，又有历史价值的、艺术价值的这些物品。目前我们请了这个文物专家做初步的这个鉴定，大部分都是属于珍贵文物，有的是三级，有的是二级，它具体的这个级别可能在进一步的这个鉴定之中。但是预计在拆解发展一年能展开筹备的上门以后，公安部门已将计划得把属一年多的自家地脉激烈的对付遭遇的次数呢达到六个次。记录啊，预计把遇的路人将参加方便对列个发展一年能打开质量一级，多的种种刺激激发人群呢是牛蛙行给的俘虏啊。非常强烈，那不管这些东西它是否是文物，但是它都是心系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家族的一个精神跟信仰，所以一旦被盗，心中怀疑是非常的强烈的。就是上一次我们有带着一个嫌疑人去辨别现场的时候，全村300多万围过来，有的可能群众也比较激愤啊，手上还拿着一些石头啦，还有这鸡蛋啦等等，这些都想对现场对他进行一些惩罚。根据犯罪嫌疑人过的给来的往外套了以后啊，又是通过黑给古董店呐展开协作的。古董店的老板焦永富在这某日呢，买到五芒、泥五、紫黑等当地货的古董日记了。对待线索以后，附近的警察把这店人给的泥五的当地货呢展开协助。他说你我要给古董错过来对面的门子又得江茶呢我吃你到。江茶帮给紫娘谷来古董啊得得人要多累的。但是紫娘谷别子啊来了我是说鱼给古董一马来的得得娘给门子人要多累的来给子啊一张搞不了吧。你现在没办法就是说一件一件买回来的都买一件你就是来自金来自那个张学的来自那个阿波飞的四川的全国各地浙江两年啊，小说是越来越热门，是吧？还是古董日记的生意呢？啊，吃个很好吃。不过，正是因为欲盖古的要那么多的古董日记，是在往外的男女呢，我光认成的，还是门家得去往外的日记，上面记了不些，又降了降无啊。交易市场比较混乱，因为为什么频频会发生这样的案件？就是这些嚣张的。就是买这些物品的这些人，他有大量的需求，实际上价值也不菲。像一块青石，掏到来卖给他们的就几千块钱，也许这些敲诈人员一转手就几万块钱。公安部门是我往外北部的西街部门啊，一等着人卡开始移动，估计在往外自己的街道，在往外路上的出口那是老些。尽快的立法规范这方面的市场的管理。包括主管部门确定主管部门，加强监管交易的环节的监管，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座外列，一个古墓，一家子多，该屋子了他手里露露给往外无彩。我呢总该个交通网户啊，总是通过那么多个门神古贼一零零聚路，该屋子我呢总该那个伯伯，还是瓜，我呢买个那个屋要早上得给伯伯吃喝。噶，今天的故事呢，由瓜拉德雷西，我呢，忙接下去这位。